大家好，我是星辰的作曲家李雅婷。会写这首作品主要的创作发想是因为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了美国的天文学家 Carl Sagan 他提到的一句话，他说呢，"We are made of star stuff"。所以看到这句话之后呢，我就对所谓什么叫做 star stuff 感到非常的好奇，这样。那所以我上网去搜寻了，然后也看到了那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影片。他就提到呢，说138亿年前，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银河，没有太阳，也没有任何的行星跟恒星，一直到宇宙的诞生时刻，所谓大霹雳的时期到来，那当时的宇宙绝大部分都是由氢跟氦所组成，那这两个元素呢，跟其他比较重要的元素在宇宙当中呢飘来飘去，通过太空冷却之后聚集成小粒子。而这些粒子透过逐渐的累积，慢慢的形成所谓的微尘颗粒。这样，那所谓的微尘颗粒就是反映到这首曲子的曲名。那所以，我主要呢就是想要透过音乐来描写当时的这些情景。
Thank you.